喺个袋里面有45个银仔，一蚊银有16个，两蚊银有18个，五蚊银有6个，剩翻嘅就系10蚊银啦。而家喺个佢嘅篮里面就随意抽一个出嚟，就问以下机会率，一系就一蚊，一系就抽到2蚊，一系就抽到5蚊。Papi 就话啦，一系就抽到10蚊嘅机会率。Pasi 就话啦，neither 即系不是咁解，又唔系2蚊。嗱呢度 no 啊，又唔系2蚊，又唔系10蚊。OK，Pasi 系咁理解嘅。咁做法系点咧？咁啊计翻先啦，又系一蚊或者2蚊或者5蚊呢三件事咧，我哋叫做 mutually exclusive event，即系不可能同时发生嘅。所以就咁将呢三个嘅 probability 加起就得噶啦。咪8/9。Part B 啦，要抽到10蚊呢个银仔嘅机会率咧，就将一减翻8/9就得噶啦。因为咧个袋里面咧系得呢4种银仔嘅啫，1蚊、2蚊、5蚊、10蚊。你要唔系呢三种咧，咁啊剩翻嗰种就系10蚊啦。所以将一减翻嗰三种银仔嘅机会率，剩翻咧就系1/9啦。嗱 ，Part C 系烦少少啦，佢又要唔系2蚊，同埋都唔系10蚊。咁你就用一咧去减翻18/45，即系减翻2蚊银嘅机会率。再減翻1/9，減翻10蚊銀嘅機會率，拉單攞啊嘛，即係唔要啊嘛，呢兩個都唔要啊嘛，咁咪減走佢咯，用一減走佢，答案就係22/45啦。